搀扶我漂浮的心。来了，哎，往哪儿？媳妇儿，到哪点？哎，堵上，堵上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，干嘛？哎，瞧这好事，这样，哎哎，我给你堵上，哎。我擦了三包浆，好了。我不能尿床，我住住错的院儿，我叫你也进不了房。哎，来来来，嗯，为老曹和整个房管处，哎，对我们单身贵族的亲切关怀，为朱一丹离开洞穴，哎，牵手心境，再干一杯。好，来，来干。老曹，嗯，我们特想喝你的喜酒呢。你什么时候再结婚呢？有合适的就接呀。还行。哎，老曹，这回还不迷个小姑娘？是啊，要找当然就找个小姑娘。哎哎哎！哎，你们二位这喜酒什么时候给我们喝呀？哎，真的，兰兰姐，什么时候？哎，啊，哎，干脆咱们今儿就一块喝了，喝完了以后你们就搬到一块去住。哎，这不又搬出去一个吗？来来来，来喝。嗯，来，嗯。你看咱们是不是能跟大伙儿有个交代呀？哇，真要同居啊？来，得等下辈子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意思是说呀，我们今生无缘，看等待来世我们是否能够同居。哎呀，这么严肃的事情，别开玩笑嘛。就是没开玩笑。那好，那你们得赶快忘掉过去，赶紧分头再找。是，我们是这意思。哎，我都迷糊了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他觉得我吧，太没劲，缺少男人味儿。我又觉得他呢，我缺什么他有什么。哎，你们俩没喝多少啊。你可甭损人啊，猪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啊我要找不到比你强的，哼，我就去当尼姑。别介，那是那是，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比我这个猪强。哎，我给你们透个底儿啊，咱们院呢和外单位合盖的那栋楼明年就完工，凡是结了婚的都可以申请要房。嗯，你们得赶紧找对象结婚啊。嗯，哎，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以后可就难说了。哎呀，你们俩呀现在分手，嘿，真不是时候。哎呦，得嘞，我走了。哎，老曹，喝完了别浪费。哎，好，干了他。得得得，谢谢了啊，谢谢各位的喝酒好菜。啊，哎，再见。走，开门。开门，都你家几点了？进去。以后这么晚了，别想让我开门。Mm-hmm.
你累了吧？不累。要不歇会儿？不，我还能再挺会儿的。妈的！来吧。干嘛呀？真的呀，要不让人听见。听见正好，受不了这刺激，走人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啊，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我叫朱一丹，哦，是第四研究室的，刚搬来。哦，久仰，我在经营处搞推销，大伙儿管我叫罗大侠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不进屋睡去啊？啊，我这锁不知怎么回事，打不开。啊？哦。这所大概是排外啊，我去趟厕所。哎，请便。你先上吧。哎，嘿嘿，那是厨房，不是厕所啊。那是让他先上。昨天晚上影响你休息了吧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两口子天天晚上都这样，没办法，实在控制不住啊。没什么。这下我丢一点面子，哎，也不讲。听不懂？不打你打他。这。站我就没事眼，你还嫌站不够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又吵清楚！我告诉你啊，咱们是合住，厨房厕所共用，你弄清楚了。你趁早滚蛋！哟呵，你滚啊！没人拦你啊！行了，别吵了。滚一边去！滚一边去！别往
老婆，后世还不吃窝边草呢。我愿意。真他妈面，要是我早把他一刀剁了。嘿，开拔。给。早点回来啊。宝贝儿，别难过，马上就回来啊。这个要是不用啊，就把它锁上，有好吃的呢就往里搁。没辙了。太棒了。哎，早啊！啊，大侠又出差啊？两天就回来。哎，这是咱们院第四次盖宿舍楼了吧？这是第三次。嗯啊，楼上住的怎么样啊？马马虎虎吧。什么马马虎虎的？啊，我看那罗大侠呀，对你就不善。你肯定怕得要命吧？啊？不至于。他敢把我怎么？那楼上那客厅应该属于你的，给你腾出来了吗？我也没什么东西好放，全当借给他们用。哎，说真的，怎么能把咱们这次分了？要不然我说的真没劲。努努力，行吗？哎，你找谁呀？我找朱一丹。不在。哎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谁找我呀？你们什么意思？我，你别走啊，我买葡萄了。哎，许芳，许芳，你别走啊，许芳。你怎么能告诉人家我不在呢？这误会可就闹大了，他还以为咱俩什么关系呢。哎，刚砍下来的枪口大白菜啊，青口大白菜，您看这，哎，大姐，嘿，来点，来点啊。那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啊？5毛钱的啊。哎，便宜点。在啊，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别，你找谁呀？我还能找谁呀？侠哥在吗？他呀，他出差了。对，他不在家。这就对了，我是专门来看望姐姐你的呀。哟，丁三，你还想起我来呀？姐姐，你可还没让我进屋呢。三条腿都长在你身上，还用请？哎，一直想来看望姐姐，就是实在太忙了。哦，口气够大的呀，跟姐姐说都忙了些什么。哎，坐那边。哎，现在的丁三儿可不是厂子里那会儿丁三儿了，哥们儿现在牛逼大了，黑河独联体跟老毛子做生意发了，不信你瞧，这叫屁屁鸡，学名蟋蟀，大哥大在家撂着呢，要不让你打两个国际长途玩玩。嗨，我们家全世界的人都在中国，你让我往哪儿打呀？这房子太简陋了，这得重新装修啊！挂顶、红木地板、艾米莉亚瓷砖，彩色喷塑，哎，这才够档次呢。这屋真闷，得来一喷气室，脑体倒挂空调。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大侠可比不上你。哎呦，小峰，哎，咱哥们有的是钱呢。你看，这把小钱是哥们平常买泡泡糖吃的。哎呦，那么多钱，还是存着娶媳妇儿吧。你都嫁人了，我还娶谁啊？小峰，刚才还梦见你了呢。小峰。
真是想死我了。你还做白日梦吗？我，姐，别嘛，陪陪我嘛，陪陪我，陪陪我嘛，陪陪我。别乱来啊！那屋里还住着另一家人呢。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您在里边呢吗？您出来一下。哈，我都看见您了。您正趴在门缝瞧我们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要不要换外汇？哈，你故意逗我，我的罗密欧朱丽叶。大侠一会儿就回来。一会儿就一会儿，我妈也死了算了。干嘛？小鹏，让我妈也。小鹏，我知道以前你就瞧不起我，可哥们儿，哥们儿今非昔比了呀，小鹏。小鹏，真的，小鹏，你给我松手。小鹏，我是真心的。你快抚摸抚摸我的心啊！你再不松手，我喊了！别别喊！我知道大侠经常不在，你也需要，是不是？你给我滚开！别别！你！哎！出去！哈，我说呢，原来在这儿又演了汉子。徐小凤，我他妈回头告诉大侠去！我，你，我，给！有事儿吗？请开下。你怎么今天没去上班？啊，我们主任呢，稀客让我在家赶一活。刚才那个人。那好吧，你忙吧。没什么。去吧，谢谢啊。我不用，你用吧。哎，我不用，我拿个东西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的。你们吃啊，别客气啊，谢谢啊，我们自己来吧。
来了。啊，晶晶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们家表妹晶晶，这是我们家哥们儿朱一丹。啊，请进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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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叔，你以前可不曾什么，甚至什么介绍表妹。啊，现在介绍也不晚。哎，咱换一个吧。哎，就你掌勺。啊，得，就派他做你的下手。反正他一不会唱歌，二不会跳舞，还行，拉拉帮他。缘分了啊，哥们儿，来之前你也不说一声，衣服也没换，头发乱七八糟。哎，现在呀，什么也别说了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法律上不准近亲结婚，而我又是大学毕业生，我早就……她和她丈夫会不会再和好啊？感情完全破裂。你说，接下来我该做什么？过两天她要去报考外企，你陪她去一趟吧。我有点害怕。你别怕，就当是你考她，看她是不是适合做你的老板。我就担心他的英语有地方口音。那也没什么，顶多你再换个老板。他们进去了，查查他丫的住什么地方。走吧。哎，你们就在客厅吃吧。哎，哎 ，Thank you。你好，客人来了，请进。哎，不用脱鞋，不用脱鞋了。这位初有成，你好，司小琪，朱一丹，他叫马自达。马自达，你好，你好。日本一种发动机也叫马自达，纯属巧合。丹丹姐，请多关照啊。总经理，大款呐，马马虎虎，小款，小款，哎呦，小款。你们都看够了吧？啊，看够了，看够了。你们进屋去吧。对，进屋吧。哎，进去。我现在该做什么呀？哎，不用，你让兰兰陪着你在我屋里。兰兰姐，我们一会儿就好。快进去。对对对，兰兰，进屋进屋吧，走。哎，干活。哎，兰兰姐，快坐好了吧？啊，出手不凡着呢，这回。你可得抓结实喽！
必要的时候可以多来点雌性荷尔蒙。瞎说什么呀？说真的，兰兰，嗯，感觉不错。哎，今儿咱可搓一顿了，该吵架啊！来，为马自达先生的到来，咱们干一杯。好，为有幸结识各位，咱们干杯！干杯！干！这儿啊不是地下室，大家慢慢吃，品出个味儿来。来，这菜谁做的？嗯，你们吃。谁呢？哟，小霞，你回来了。哟呵，咱们家什么时候改饭馆了？啊？哎，你一起来吧。哎哎哎，霞，洗澡。啊？待会儿再说嘛。干嘛呀？这是他们老子家，想什么时候洗什么时候洗，放水。大侠，切！哼！哎，来吃，来吃吧。哎呀，我说老婆，这冰箱怎么没锁呀？哎，真是。哎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啊，我说，咱们是不是到你那小屋去吃啊？哎，别。你们吃你们的，我洗我的，不碍事，不碍事啊！吃。哎，那咱们加快点速度吃菜。哎，来，哎，给，哎，来，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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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曼曼姐，哎，今天真扫兴。哎，小齐，小齐，哎，小齐，再见啊。嗯。哎，大侠，你别吃啊。嗯那是人家的。味道不错。嗯。媳妇儿，我这次给你买的那个土耳其的连衣裙，待会儿你穿给我看看啊。临行贺妈，姨。哎，这是谁同意他在咱们饭桌上吃饭的？问你呢。哟呵，怎么，我出差了十几天，你就和他好上了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胡说，今天你能同意他在咱们桌上吃饭，明天你就能让他上咱们床上睡觉啊？那你别走啊，天天在家陪我呀。我怎么会爱上一个书呆子呢？这还差不多啊。亲爱的，咱们进屋吧。啊，哎呀，走吧。穿林海，跨雪原。小齐，你觉得马斯达怎么样啊？啊？挺棒的。怎么个棒法呢？比棒棒糖还棒。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正经挺棒的嘛。啊，棒在哪儿呢？哪儿都棒。小齐，那你应该恭喜我喽。恭喜你，兰兰姐。让你久等了，真对不起呀、啊！我约你出来，可又必须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是工作上的事儿。今天不是星期天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院一帮年轻人接了一个课题，我们想早点给弄出来，今天晚上可能要熬过通宵。大伙儿都在等我，要不我先走了。真是抱歉。算了算了，你快走吧。哎。
下次我一定约。下次我约你吧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请你们不要再吵架了。我说你管得着吗你？你打人我能不管吗？嘿，我打谁了我？我打你了？你没有打我，你打他了。他？他是谁呀？啊？你不要以为是自己的老婆就可以随便打，大家都是人。呀哈！你大爷的！哎，你干嘛你？进来吧。哎呦，哎，你干嘛呀你？哎，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们两口子事儿，你管得着吗？你。哎，听见没有？我老婆叫你别多管闲事儿，这两口子的事儿你懂不懂啊？哎，有空啊管管你自己吧，别老耗在别人家里受刺激了。哎呀，这老婆呀、啊、就是他妈老婆，宝贝儿啊，今天你可给我正脸了。打死活该！哟，小朱，下班了。嗯，这儿有你的条子，我刚看见在门上盯着的。谢谢。光明桥下来，我在东头等你。看找这地儿。哎，小罗，你看没看见是谁给我送的条啊？我不姓罗，我姓徐，我没看见。谢谢啊。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念的滴答滴。没事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小心掉沟里了。哦。哎，那瓶黑鬼油呢？我说那瓶黑鬼油哪儿去了？就在那眼皮底下没看见呢。那怎么搞的？拖地也会受伤啊？嗯。哎，不是我，是他。啊？什么？放下！你给我放下！大侠，他好像被人打了，满脸就是血。啊？
哎呀，这咱们得看看去啊，嘿嘿，看看去。大侠，哎呦，兄弟啊，你挨揍了？没有，不小心自个摔了一跤。哎呀，哎，这黑鬼油知道吗？这是治疗跌打损伤的良药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这不像是摔的，这绝对是揍的呀！哎，你是不是得罪黑社会了？啊？这年月做人做事都得老实点，这好也好自己，这坏也坏自己呀！啊？哎，这瓶黑鬼油啊，你留着慢慢上吧。啊？给给给！哎，谢谢啊。这丫的绝对没做好事。你呀，活该。这树移到这边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喂，陈雅琪，电话。哎，来了。喂，是孙小琪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。我是马子啊。啊，您好。你好，上班呢？啊，对。我想找兰兰姐吧。找我？对，我想请你晚上去听歌。啊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样，中午咱们一起去王府饭店吃饭。嗯，我一会儿开车来。哎呀，啊，真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忙着呢。那回头再说吧。这回啊，你的亏可吃大了，不但被人家给打了，还不知道人家长什么样。你大概压根儿就不敢看人家长什么模样吧？不是，他们用套子把我头给套住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哎，瞧你那窝囊样。嗯，得，谢谢，吃吧。小猪。嗯。哟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好好的。那怎么成这样了？看过医生了吗？你来了，就什么医生也甭看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让我看看，疼吗？还行。你看你，怎么这么不当心啊？这不是我写的，那会是谁写的呢？准是那个无赖。他怎么会知道我？你们还没了呢。他总躲着我。反正起诉书我已经交到法院了，躲也没有用。上法院就好。嗯，哎，这是我们公司发的，都给你。哎，你们老板对你怎么样啊？好，非常好。非常好。嗯。好到什么程度？好到对我有偏爱。那。行了，媳妇儿，我走了。今天来，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们老板准备派我到深圳成立一个办事处。那老板呢？老板在哪？老板在北京呢。哦，这就好。你要独当一面了。嗯，是这样。说不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事业就要起飞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一定请你搓一顿。走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还是我出去买点菜，回来做给你吃吧。你是伤员吗？即使我不认识你，我跟尹兰兰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其实这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小琪，想什么呢？小姑娘也深沉起来了，弄得跟哲学系毕业似的，
有什么伤心事儿吗？兰兰姐，嗯，什么事儿？嗯，什么事儿吞吞吐吐的？这可不像你啊。兰兰姐，你最近没看见马自达？啊，嗯，他太忙了，没时间。嗯，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你听见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不对，你一定是听见或者看见什么了。小琪，你告诉我没关系的，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，可就太不够意思了。怎么了，小琪？你怎么了？我没想到他会来找我。谁？我对不起你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呢？怎么了？我刚从他那儿回来。什么？干嘛？我们约会去了。真的？真的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他让我去，我就去了。我不该听他说那些话。去就去了，还有什么该不该的吗？兰兰姐，什么姐不姐的？你为什么不在他来约你的时候就告诉我呢？我原来是想，又怕说了你不会相信。真是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人呢？是不是上次他来的时候你就爱上他了？说实话，他就那么有魅力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哭什么呀你，该高兴才是啊，说明你们有缘分啊。天下男人都这么色吗？兰兰姐，哎，干什么你们？哎呀，真是巧，哎，我们刚一站着您就不要这么鬼鬼祟祟好不好？你别想不开，别哭了，闹不懂你是真哭还是假哭，烦死了，哭什么呀？哎，让开，哎，兰兰，兰兰，别哭了。真哭了，那就哭吧。你哭啊，才更像一个女，更像女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就不哭，我就不要像女人。不哭也好，我就不像女人。大不了我不嫁行了吧？没房子住，我上五台山去。五台山上的和尚，还一人一间房呢。你不能当和尚，你要当尼姑。什么？嗨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吧，有泪吧就别存着，嗯，流泪也是一种享受吧，啊。老天爷真是瞎脸了，凭什么对我一兰兰这么刻薄呀？那孙小七，孙小七，他凭什么？凭缘分。缘分，对呀，我尹兰兰就是和自己的理想没有缘分。我凭着我的理想去挑啊拣啊，
却挑回来一个和别人有缘分的人，他妈的！缘分，缘分，人人有份，迟早会来的。哈，你吃了开心果了？喂喂喂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是恋人的，我们恋人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乱来啊！就是啊，你看看都几点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！好好好，我们走。咱们也回去吧，啊！哎呀，糟糕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别神经气气的了，人家可能都睡了。你回去吧，我不睡了。要不你到我那儿去睡吧。嗯，你不去。这你就不对了，你让我陪你在这站一宿啊！哎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就去。哎，行行行，走吧，走。来，哎，嗯，你就别洗了，凑合睡一宿。小猪，就在这儿吃吧。不用，这儿比较方便，有桌子。啊，来，坐。来，喝点啤酒。哎，我不喝，你太客气了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这人很粗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没什么。他这人没文化。没文化有没文化的优势，活得一点也不累。你还在取笑我们？不不不，我是真的这么想啊。没文化的人，哪知道心疼人？体贴人呢？啊，你整天埋头工作，买糖菜也不容易。如果买好了，就放在冰箱里。大家住在一块儿嘛，别那么客气。啊，那就多谢了。哎，昨天晚上住在你屋的那个女的是？是我朋友。上次来看你的那个女孩，嗯，也挺漂亮的。昨天晚上那个女的。不是我女朋友，那个是。气质真好。哎，是个女强人吧？在外企工作。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啊，不像我们，发不出工资来，就只能待在家里。你也一样，可以去试试，让你爱的人找找关系。现在的机会多得很。你怎么了？你要是心里有话，可以找个知心人倾诉一下，别闷着。你，我没说错什么吧？其实我很害怕他回来，他一回来，
连话也没处说了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有什么话你……哎，你喝啤酒啊？嗯。哎，我不喝。你喝。哎，哎，够了。你好，啊，小猪在吗？是你呀，啊。哟，来进来吧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有点事儿。哎，猪啊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屋的气氛啊，有点……嗯，啊。哎，什么呀？考虑考虑吧。嗯，博士生。嗯，我都有点麻木了。嗯嗯，别，还是见见面再说吧。不比那家日本发动机差多少。嗯，哼，星期天他约咱们去游乐场玩，我陪你去。你陪我？嗯，你不陪你们家晶晶了？咱俩什么关系？玩的怎么样？还行，只要你高兴就成。你尝一口嘛。走吧。我不想再去了，感觉全给弄坏了。这样不好吧？人家会在游乐场等到关门的。他不是有 BB 机吗？嗯，一会儿你呼他一下吧，就说今天突然有事儿了，改在下周吧。那好吧，我打个电话，咱们就回去啊。哎，嗯，我想去逛逛商场。行啊，我陪你。小猪，小猪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游乐场我们去过了。怎么样？挺好的啊。那咱们一块儿去逛逛。嗯，不了，我还在这儿等个人。那也好，再见啊。嗯。我今儿真是见了鬼了。你是不是特喜欢这件衣服？嗯，算了，我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薇薇，小姐。哎，来了。这件衣服我要了。好。在哪儿付款？请到一号付款台。哎，我去交钱。嗯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没有零钱。嗯。您钱不够。不是208块吗？我给你3张100块的呢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您看错了，应该是2080。哟，傻帽，真傻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哎，这张不错。把那几张给我。好。哎，哎，你看这个多好玩。哎，咱们走。
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，侠客，侠客，哟，丁三儿，哎，是你小子，我这刚从独联体回来，你出差了？啊，出差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什么事儿？地下室会客登记，你知道吗？师傅，我有点急事儿。易兰兰他们都上班去了，你跑这儿，你要偷东西啊？你要偷东西啊？你丫的放眼听着，楼上有人中煤气了，要是出了人命，你丫的蹲局子去！哎呀，傻帽，快打119啊！哦，啊，哎呀。哥们儿，救人要紧呐！哟，大侠，你回来啦！啊。出事啊，小芳！快，小芳，这，哎，你他妈这小子，你。我他妈要晚来一步，你他妈就往坐了，你哎，我崽子，我他妈废了你！不是什么他，明明是你丫的，谢了，他他妈中了你的煤气了，你他妈真敢干！哎，我他妈的，哥们儿，别打了，救护车来了，小峰啊！小凤，哎呦，我他妈跟你没完！师傅，你看没看见有一辆救护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吗？啊，没看见，消防车倒是有两辆。哎，同志，你知道是谁家着火了吗？着火的我倒是没看见，我倒是看见有人注煤气了。呀，快到这儿！哎呦，小凤，你没事吧？去。来，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啊？小朱这个人呢，还挺哥们儿的啊。是啊，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哎，那天
他是怎么救你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当时我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你在打他。瞎扯，我一推开门看见他正在抱着你啃，还累得呼哧呼哧的呢。来，哎，我在家的时候热水器从来不出问题，怎么偏偏……妈的，是个阴谋，这肯定是个阴谋啊！我戴绿帽子了，我他妈肯定戴绿帽子了。小猪不是那种人。你还护着他啊？丁三这小子没说谎，你们两个没干好事儿，肯定没干好事儿。哎，我划不来呀！啊，我真他妈划不来啊！出去挣两个臭钱，我真是划不来呀！哎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躺下！哎呀，躺下啊！嗯，妈，臭流氓，还什么？还知识分子呢？大侠，呸！姓罗的，你不感谢我也就罢了，你还侮辱我，咱们谁侮辱谁呀？你对小峰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在胡说八道，我告你诽谤罪。你告我，我他妈揍你！你再打我，我告你故意伤害罪。哎呀，大侠，你想干什么吗？滚开！哎呦，我说呢，你撑到这会儿还不结婚，成心憋着害人是不是？你别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的卑鄙，我搬这儿来是正经分给我的房子，本来连这客厅都是我的，我不跟你计较算了，你还想挤我走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。跟我回去。你还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带他到医院去检查。检查什么？姓罗的，我要再做你老婆，我他妈的不是人！哎，等等，小峰啊，你说清楚，你不做我的老婆，你想做谁的老婆？啊？你给我滚！滚！哎，你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侠哥，侠哥，咱这信息准吧？这顶绿帽子戴着没多大意思。滚！哎，你俩滚！哼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走。啊，妈！去去去！我没你这么个女婿啊！滚滚！王八蛋！孙贼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。嘿，你丫不怕死？怕死有什么用？菜刀又在你的手里。我剁了你！你剁了我干嘛？你害我！我害你？你还装什么糊涂？我们家小峰呢？你们家小峰，你怎么来问我呀？又不是我给他打跑的。我，要不是你勾引他，我能有今天吗？啊？你色盲吧？我。怎么样？不比你们家小峰年轻漂亮？
他是谁？是谁你管得着吗？他是我恋人。那你还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？笑话！我真想给你俩人切了。就你这么点心眼，连做男人都不配，还大侠呢？你什么你？像你这样，别说一个小风，就是十个小风也会跑掉。站着干什么？坐下。我真得好好跟你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不想谈是吧？不想谈别谈，你回去吧，回去等你家小峰回来吧。啊，那谈就谈吧。哎，你别把刀放到我床上啊，紧张什么？坐下。我说哥们儿，你怎么一看见一男一女就往那处想啊？如果都像你想的那样，这世界不早就乱套了？你是不是就认识两个字？哪两个字？一个吃，一个性，还有爱。呵，还有爱？你也懂爱？爱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得，我还得给你上上。你是不是觉得买上一堆衣服一条项链然后上床就是爱呀？废话，不爱我能跟他上床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也对。可光有这些也不够啊。再说你也够损的啊，你一手买东西，一手抡巴掌，就跟打别人老婆似的。老婆也是人，人是独立平等的，有思想的，对吧？哎，他平时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？他想什么？哎，你别搞错呀，你是他丈夫。你呀，别总惦记床上那点事儿。你以为做丈夫容易啊？不容易。行了，回去睡觉去吧。明儿个写份保证书交给你丈母娘吧。啊，哎，你总不至于再请我替你起草保证书吧？走吧。老太太推横不让进门。哼，行啊，告诉我住哪儿，我替你送去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啊。哎，走吧。啊，慢着。哎，啊，把刀拿走。哦，嗨。兄弟，您受惊了。哟，你好。是你呀、啊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不用了。大侠呀，昨天晚上一宿没睡，他写了一份保证书，一式两份，让我送过来，一份给你，还有一份交给你妈妈。他表示要痛改前非，想请你回家。你看，其实大侠是吃醋，吃醋这就对了，这说明他是真心的爱你。我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，谁让咱们住在一起呢？朱，今天南下，你不会不放心吧？这年头，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呀，我能放心吗？这你一万个放心，我们家经理啊是非常专一的。哎，我从没到过长江以南，你们看我是不是特土啊？你还土啊？你要土，我们就成灰了。哎，灰是土变的，经理啊，你可了不得，变出一个朱一丹来。本来想啊，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的，可你把生日带到深圳去了。这是什么？
这就是上次咱们一起看过那件衣服。哦，还没被别人买走啊？是属于我的，就跑不掉。我真不该在这当电灯泡。飞往深圳区的58719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。该进去了，你送静静下去吧。我在这等。行，咱们走吧。对不起，我跟表哥说几句话。飞往深圳区的58719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。走，请前往深圳区的乘客到第六登机口去吧，准备登机。小初啊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我花去的钱完全没有白花。你送给静静的衣服多少钱？不多，2080。他妈的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他妈的！你怎么了你？猪，不幸被你言中了。我说什么了？算了。你把那丫头忘了吧，忘得越干净越好。你说什么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我说的还不清楚？都是我害的你，是我，是我。缘分没到，哭什么？他怎么能这样呢？飞走了，去他的缘分。我父亲现在就我这么一个亲人，他病成这样，孤苦伶仃的，又在外地。既然有工作不能让我回去看他，那我把他接过来照顾总可以了吧？这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是啊，那我把他接来，他住哪儿呢？我连申请房子的资格都没有。萧炎同志啊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。如果说咱们的房源多啊，这怎么说都好办，可咱们得按制度办事儿。那要说困难，来，家家都一本难念的经。你看人家老曹都这把年纪了，还不是和别人合住一套吗？那你们呢？自己住着一套31厅的房子还嫌不够，还要再占一套，连孙子结婚的房子都有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这领导的就是领导嘛。小云同志啊，我们呢，我们只要还有一点办法，一定会帮助你尽力解决的。可咱们是有原则规定的，这单身不能申请住房啊。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办法，这办法是唯一的了。啊，没有其他任何办法，那就是结婚，那变成双职工，而且要快，啊。按咱们规定嘛，在这个月底以前登记的，这也许是好事。你们迟迟解决不了婚姻问题，不正可以促一下？哼，处长大人，您以为结婚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吗？您孩子结婚的时候
也跟玩似的吗？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啊！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。你要实在有困难，咱们可以考虑照顾你半个月，啊，老曹包括你啊。除此以外，我就再无其他良策了。我不想定了。哎，小云同志，哎，你记住，下月中以前啊。哎，谈的怎么样啊？咱们当务之急啊，是要想一个招儿，怎么能帮兰兰弄到一套房子？是啊，哎，楚有成，你脑子快，有什么办法？就是啊，哎，我竟是先馊主意啊。馊主意也行啊，只要能帮兰兰把房子弄到手。就是啊，你快说说。就是，你快点说吧。说吧。哎，这现在说来说去啊，就是不结婚不给房子。什么叫结婚呢？结婚就是领个执照，哎，哪怕是假结婚呢，先把那执照拿到手再说。哎，这主意挺棒，我就是以未婚妻的名义分到北京来的。你看看，哎，那未婚夫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三姨找人帮的忙。哎呀，我看不行，这也太损了吧。嗯，这招损是损了点儿，不过总比没办法强吧。哎，要是实在没辙呀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招啊。嗯，哎，啊，你说这好玩，可谁能这么做？谁会愿意这么做？再说这一时半会儿的，上哪儿去找这么个主？嗯、既要安全，还要可靠，还要……嗯，看别的地方行不？哎呀，你甭劝我，我知道你们打算干什么。楚若成。再说一个，你们就是掐死我也憋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住，你就替哥们赴汤蹈火一回怎么样？你少上高调，早干嘛去了？哎呀，这你不也是那个吗？缘分没到，知道缘分还逼我？现在不是救场吗？啊，可不是吗？要不然就是拿枪逼着我，我也绝不会说这是个好主意。是啊，这主意是不好，可这事情倒是火烧眉毛了。哎呀，嗯、那兰兰姐怎么办呢？可真是被逼上绝路了。哎，抽一支烟，我给你点上。来，哎哎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抽。兰兰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们都知道，他能受这种委屈吗？哎，要是来真的呢？那就更不能干了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们知道吧？哎，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是假的吗？啊，就是房子要紧啊！不明白，这个时候你不帮忙，那谁帮忙？我们都已经领证了。就是，这让我下地狱钻油锅。我都行，我都愿意，可这个玩笑，我不想开。哎呀，对兰兰是种伤害。万一他同意呢？万一他反对呢？那就再给你一个任务。嘿，干嘛？只有你才能够说服他。对呀，对呀，啊，哎，抽一支，再抽一支。我们抽。喂，兰兰在吗？婚前检查去了。婚前检查？他和谁呀？和人未婚夫呗。哎，猪，出来一下，快点。什么事儿？啊！兰兰疯了！哎呀，老曹！老曹又怎么了？兰兰要和老曹结婚了！不可能！你还不相信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呆了你！甭废话了，住，全怪你！咱们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！快点！快到了，前面就是。快到了！哎，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！哎哎哎，兰兰，哟，哎，小猪他们！哎，老曹，兰兰姐！哎，小猪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老曹，等等，兰兰，把车给我。啊，兰兰姐，有急事要和你说说，不行，我们走。你先走吧，啊，不是，我先走吧，快！不行，我，
快！那行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哎，干什么呀，兰姐？你先上车。老曹，再见啊！哎哎哎！停车停车，下去。你们走吧。哎，老曹，老曹，来来来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老曹啊，老曹，兰兰在跟你开玩笑呢。就是开玩笑。不不，不，我们是很认真的，我是真心爱的。他也爱你？那可不，我们都要结婚了。你看这婚前检查，这……哎呀，他喝醉了，他怎么能跟你结婚呢？他一直爱着小猪呢。就，哎，老曹，老曹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去。哎，我们集体向你赔礼道歉还不行？对，我们集体向你道歉。哎，老同志了吗？我听兰了。你，哎，老曹，哎呀，你还不相信？算我求你了，走吧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和老婆结婚？是。你和他老人家产生爱情了？什么爱情道歉？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你这不是糟蹋你自己吗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啊？你是我们家亲戚还是我什么人啊？你无权干涉我的任何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都别激动，行吧？这是我尹兰兰的私事儿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就因为要房子呀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那你也不能用自己的青春去换房子呀！你整个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你怎么能？妈的！他人好，对我好，这就够了。天下好人多的是，就他好，我不好，天下所有的小伙都不好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不想听，不想听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我只说一句话，听不听由你。人家老曹是个要离退休的人了，他比你我更需要一个温暖而稳定的家。可你根本就不可能跟他坚持到底，却还要装着和他相爱结婚，你这不是害人家老同志吗？害人害己啊！哼，你会后悔的。走。也许。你另有打算，要了房子再说。可这太危险。这样吧，既然你的心思不在婚姻，又不在爱情上，那么这个角色让我来承担好了。我愿意帮这个忙。你看，没关系，我不会当真的。我们永远是知心朋友，别担心。啊！哎，好好。祝贺你们了！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吃喜糖啊！忘不了，忘了别人，也忘不了您呢。对对对。你们可以凭这个去领房门钥匙啊。钥匙在老曹那点儿。谢谢，他现在不在。谢谢。他回来呢，你们跟他要就行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哎，大侠，哎，这些杂志留给你们看吧。啊，小峰，拿着。嗯。哎，你们住几层啊？哦，住五层。嘿，你们俩那叫般配，找来找去啊，哎，就你们俩最有缘分。接下来就抓紧时间生吧。哎哎，别动别动，我来。那就多谢了。你看，也来不及收拾。嗨，你这就见外了。咱们俩好歹也住出感情来了。我真舍不得让您走呢。哎，再看看还有什么落下来没有？我先过去啊。哎哎哎，啊。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，再见了。走了。嗯。哎，祝你们幸福啊！有空回来玩。
真走了。你变了，嗯，是吗？什么时候接你父亲？等忙活这段再说吧。嗯，这十天婚假怎么过？你说呢？当然是早点把你父亲给接来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休息吧。兰兰，你怎么了？兰兰。真恋爱的时候，你也没这样过呀。